实这是花莲东山的口号。花东南投县长李朝钦的夫人甘素端为官提出发来到选委会领表，决定要来参选南投县长。啊，有意参选的两位候选人，啊，一个登记参选两次了，一个登记参选三次了。啊，我想说让南投有一个新的选择，所以我才出来哈。啊，尤其最重要就是县长李朝钦这几年来的那个啊。施政理念非常好，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！哦啊，我想我来做的话，会做得比他更好。在访问的过程当中，一旦看得出来甘素端参选的决心。有人会担心这样会造成那个蓝军的分裂啊，选票的分裂。哦啊，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，不会啦，嘿，我也不会哈，好，高层有跟您做协调吗？哎，没有，嘿，都没有，嘿，没有，所以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。那如果未来他提出要跟你做协调，你会？哦，那。谢谢你们，针对甘素端领表，国民党以及民进党的南投县长参选人拢表示尊重。县长夫人呢，她要参选的话，是她的自由哈，也是她自己的选择，我们也不便表示意见哦。啊，过去我跟李县长哈，大家都相处这么好的一段时间哈，我相信呢。大家都会有理性的方式来选举哦，啊，来给县民来认同。第一个就是他的权利啊，那第二个这个你们要问的是利弊的是对谁的冲击，我觉得难说了哈，我们还在评估中哎。年底就要选举啊，竞争是愈来愈激烈，但是各候选人拢表示会尽全力努力来争取选民的认同。记者吴伟迈采访报道。